三位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小水龙，你发财了啊？金光灿烂的这事啊，是，全是金子，了不得了啊！上回回去之后，孙杨和李宇春的粉丝打你了吗？啊，没有，但是我在那个微博上有李宇春的粉丝过来评论说：“哎呀，你好讨厌呢，模仿我冲。”我说：“没有模仿冲啊，是我还模仿你算呢。”啊，后来我才知道李宇春的粉丝管他叫葱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实力的。是，他这就属于是楼上楼那种了。越越咱先别想太好。上次来是三个人，还有两个鬼，那俩鬼呢？俩鬼后边呢？啊，真来了是吗？真来了。我还挺爱那俩玩意儿的啊。你这次来表演什么节目啊？这次来一个全新的洗牌，把自己之前的节目全部抛掉，重新码。好极了，开始吧。好样好样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谢谢老师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滚！哦，哎呀，把我搀起来啊！我说把我搀起来。你说啥？报应啊！我说你把我薅起来，把我。薅我头套干啥呀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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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咋想的呀？啊，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？你咱们怎么来的知道不？本来导演就不得意咱们，上次是人评委老师通过了，导演没办法才让咱们来的。下放啥枪啊？人都吓跑了，就在家喂猪得了呗。喂猪没出息。他到底聋不聋？我聋。你俩过来了，给我当什么保镖兼助理呀？能干了吗？回家待着得了啊，好不好？回去吧，别搁这坑人了。大哥，有记者。大哥啊，来看看谁是记者来。哪个像记者？人家自拍呢，你俩瞎呀？那自拍杆都拿着呢，没看着吗？快回家吧，别整这坑人了。大哥，狗仔队，站，别过来！哎呀，别停了，别站着，谁也别动，起来！哎呀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我咋了？上一边去！点火，点火，放着，就我下。哎呀！西游记啊，唐僧啊，99、80一难，一步一个坑啊，报应啊。哎呀，你说你捆一身火腿肠，你要崩谁呀？你要撑死人家呀？来，你上边去了，你这整的是卖玩具的，这是啊。啊，捆一身是什么玩意儿？水枪啊！哎呀，啊，是谁呀？哎，啊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拿把假枪吓唬谁呢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还有子弹呢！我去，我就崩死你了！你，哎，臭不要脸！挺好个节目又整稀碎。本来导演就不喜欢我，来时候又问我了，
你都会啥绝活？我说导演呢，绝活是什么一个定义呢？绝活，绝活就是别人不会，就你会才叫绝活。什么是绝活？一个男演员站这儿，嘎生个孩子，绝活。你生不出来都普通活。我说对不对，导演？他说句话，当时我就哭了。生孩子这活好啊，生一个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怎么生？我也不具备那条件呢。我说导演呢，我给你来个骑马舞好不好？你那没意思，你要一边骑马舞一边生孩子，那好玩。我说那导演，那你怎么演呢？我说只能我试一下子吧。拿起冷大沙拉昂皮卡教你有假嘎男孩。他要一了阿家，稀了夸了皮了啪嚓，双胞胎，我去。我说导演这个好不好？没啥意思，不够绝。你这么的吧，你来点童趣的会不会？我说整这玩意儿还得要童趣啊，童趣我会啊，导演，我给你学个小孩放炮。小孩放炮也好玩，你把它剖析开，胆大的孩子放炮发出四个声音，刺、噗、噗、哦，连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啊，哇哇哇哇！胆大的孩子，胆小的孩子放炮也发四个声音，刺、噗、噗、啊，连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啊！哦！啊！胆大的孩子是，哦！胆小的孩子是，啊！我说导演好不好？没有意思，来点非人类的。非人类咋演？我说导演我会啊，我在家喂猪的，我学个猪吃饭好不好？猪吃饭发出三个声音，咕噜咕噜哦，连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，猪吃饭被其他猪抢饭的声音是这样的，咕噜咕噜吁，感觉你俩咋又上来了？大哥，我也想演一会儿。你演啥呀？你会啥呀？我会啥呀？嘿，你看好了，我会啥啊？哎呦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黄渤。啊！造反是不是造反？跟我俩比模仿，我这看不上这样的人，不自量力呢咋？大家好，我是姚明。大哥，你别闹了，姚明是国字脸。我知道，用你废话，国字脸多简单呐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大哥，你这个头也不够用啊。你是导演呢？我就长这么高咋的？我就这条件咋这么难演呢？上吊不也得给我个绳吗？哎呀，导演，我算你狠啊，真给我来绳了。你敢放我就敢演，今天给大家来个史上最狠的绝活，一生就能演一回，上吊，欺负谁呢？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要飞得更高。我会飞，飞得更高。
别扭劲了，一会儿腿折了。导演下来吧，没油了，我要回家。